听一点音乐。那么要为我们好好的介绍这些歌曲的，当然就是我们的节目好朋友，我们的露露。Hello， 露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琳达，你好。接下来到了节目的最后，露露通常都会来一个乐曲 calm down 一下我们的心情。好，那么最后要带我们听的这首乐曲是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呢？这个曲是由阿根廷的作曲家来做的，他的名字叫做 In the Theater of Dream， 在剧院里的梦。哦，作曲家的名字是？作曲家叫阿根廷的达勒尔，共演奏者是一个从苏格兰来的James Hagin from 苏格兰，还有一个叫做Taylor Thompson from Canada。 他是 composer， 他这个达勒是作曲。同时也在这首乐曲当中再次感谢我们的好朋友露露来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咯。We would like a 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musician friend Brian Perry from Chicago, Pat Mitchell from UK, and my good friend Dale from Argentina.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musical. I talk to you soon. Bye bye. 谢谢这些好朋友提供露露这么多好听的乐曲给我们的音乐风一点听众朋友们。那么琳达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咯，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有非常美好的夜晚。下个礼拜一同个时间，请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音乐风一点。晚安。拜拜。